上面呢，我们讲到造论的宗旨，为什么要造本论呢？他的目的，他希望什么呢？那么我们已经简单的说明了一下，今天继续下去。说现在这个现在不是单单我们目前，是中国不大师时代，离开我们现在已经有500多年，快600年了。是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说起来，这佛法实际上的传承的情况，要比我们好现在太多太多。是那个时候的局面如何呢？说已经是这样，讲修行的人呢，不要多听闻，不要多懂道理，而道理本身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行啊，如何去修行。你必须了解了为什么要修行，这个力量会推动你去修行，然后推动你去修行，更进一步告诉你如何修行，以及修行过程当中对错结果的验证等等，这个都是要事先理论上了解了，你才能够去做。现在你都没有这个条件，你请问怎么修得好？结果呢，就产生了想修的人虽然想修却不一定得到正确的结果。通常我们说盲修瞎练，弄了半天呢，浪费了一生时间。实际上这种恶习养成呢，就多生多劫，真可惜。那么另外一种呢，说原来修行呢，都必须要从听闻佛法开始，所以他是的，就依照着此地说听闻。本来听闻了以后，应该进一步把所了解的紧跟着去如何验证，这个才是真正听闻的目的。不行，又犯了错误。是听闻的人呢，他又不好好的去修行，所以呢，广闻的人呢，又不能认真善巧了解这个道理。这样结果这么一来的话呢，好，广闻的人呢就变成功空口说白话，修行的人呢就变成功盲修瞎练，这个非常可惜的事情。那么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有这种状态，就比如像六祖大师，他自己本身可并没有广博的认识，他为什么这样好呢？这个我们要了解。他是说生多生多劫，已经积累了前面这个基本基础已经有了。对于时间来说，我们所看得见的这是短短的几十年乃至100年，而整个佛法来说，那是从前面无限到后面无限。那么修行这个阶段来说，就是从最开始一点不认识接触佛法以后，步步上升到彻底究竟圆满，这个里边一定是经过怎么样触发那个动机，然后清净善知识，如理的听闻圆满的教法，听闻了以后呢，如理思维，然后认真去修行，这个是必然过程而这个要经过多生多劫所以有一类人士的，他前面已经有了相当程度了，所以这一生出来他不要做这个基础。正规一般状态的大部分人来说的话，这个我们应该有的认识。如果你不认识这个，
然后呢断章取义的来说来看的话，这个不合适，教法的错误。假定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不必仿效六祖大师，仿效六祖大师啊已经太差了，你何不仿效佛？六祖大师是听了一记开悟，一直是开悟而已啊，佛啊乃至于一记也没听见呢，他就自己跑出去就出家了，然后呢最后住在这个泥莲禅湖边上面，到了晚上带头一看，看见月亮就大彻大悟成了佛了。如果说我们真正能够这样的话，我仿效六祖大师也太没出息了。为什么要仿效六祖大师？要我的话，我仿效佛，我也跑到印度住在那个上面，带起头来一看成了佛了。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啊。啊，所以因为啊前面这种情况不是偏于这个也就是偏于那个，就在这种状态当中啊产生就种种的缺陷，但是观世佛言啊都偏言，对佛的道理啊都没办法得到完整的认识，都是残缺不全的。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个最好的指示啊，平常我们像下次摸像一样，是的，是我们是摸到了像，那时候我们应该有个认识是摸到了像，可是我们毕竟是下次摸到一部分了，千万要想办法多体会多听闻了解全貌，不要执着自己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但是啊自己的对认识方面是这样，而且呢自己的理智上面呢、啊、又是没有力量能够变善巧的辨别完整的这个佛法的道理。那本来啊这个理解辨别应该是说两点，就是理智的辨别，那这个地方用言字，这个有它的道理了，简单的说一下。通常啊我们做学问常常有一句话叫真理欲辨欲明，是你一个人也可以思维观察辨别，可是的的确确不如在学者彼此之间共同论辩啊，往佛推敲这样好，往佛推敲这样好。我们不要说啊做学问吧，就是我们实践也感平常自己也感受得到，一个人住在这地方啊，也许啊你觉得啊没劲，但是两个人碰在一块儿，如果谈什么问题啊，大家辩起来，平常我们常常说抬杠子，或者佛门当中叫冲阔子，哎呀这个抬起杠子来冲起阔子来，是越冲越起劲，越抬越起劲，这劲就提起来了。那么修学佛法的人业复如是，我们能够善巧利用这个特长的话，我们可以啊产生更深远的功效。不过这个辩论呢、啊、也要有它一套很完整的方法，比如我们现在金箍陈罗化成两位菩萨净化以后的所谓因明之学，这就是非常善巧的一个辩论的方法啊，这个是在修学佛法当中一个最好的工具。所以这个地方是说，我们呢理智上面的辨别能力也没有，修学上面的这样的学辩的啊力量也缺乏啊，因为这样自己呢有啊，不能呢、啊完整的把握得住佛法的中心，像下子摸象一样，又不能善巧的去辨别啊这个完整的教义，所以总会走偏走错。因此对于这个圆满的道路，这个佛只是我们正确的这个我们就走错了，所以下面说离开了自在欢喜的道路。那么要晓得我们真正修学佛法它需要很多条件，很多条件圆满的佛法通常我们来说说悲智
然后呢说信中是想中次第下面依着上去的话，说闻思修慧戒定慧三学，每一个方面都啊是层层构造因果相循，这样的上去，所以这绝对呀不是片面局部的啊，这个要想得到圆满的引导的话，一定要有殊胜的教授。这个教授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教授呢这个、地方他有所指，就是指啊经过善知识啊，把这个经论里边，换成说经论，这就是诸佛引导我们凡夫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的最圆满的这一个内涵，这个里边重要的关键所在，所以它本末胡在啊。然后呢所以大小的次第以及很多关键的地方，这个就是教授。比如说我们常常看一本书，那么看过了以后啊，并不能够把握得住这个里边的重心以及它上去的很多啊关键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啊，以及性相二宗之间怎么样互相配合，那么小乘然后呢上去怎么样的层层上去，这里边都有它必然相互的关系，你能够了解了，这个时候啊它是相辅相成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不了解的话，往往会产生种种流弊。以我们目前来说，我们常常听见一句话说性相俱立，性中跟相中啊就像牛这个牛的两只脚一样各是各的，实际上呢却就相反，性中跟相中必须是互相啊相辅相成，这个就像啊钢筋水泥一样，这两个钢筋加上水泥，水泥加上钢筋，那个房子啊才造成功很完整的结构。现在你把它拆开来了，骨头是骨头，肉是肉，乃至于说这两个你不能配合的，这岂不是很糟糕吗？这个差在哪里呢？就是没有得到这个正确的教授，现在要殊胜的教授，你能够得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啊，那才能够把佛所说的圆满的道理能够认识。那么说到这里，我顺便提一下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经常啊常常这么说，大家也了解，说以我们目前佛所传下来的三藏十二部经典当中，有两部原教经典啊，有两部，所以原教经典就是最彻底圆满的把佛自己要深证内证的经验和盘托出，也就是说从我们凡夫地一直到最究竟圆满的这个程度啊，所有的内容都告诉我们的那个经典叫做圆教的经典，一部是法华，一部是华严，是求它的总相来说，换句话说它的最后结果来说，法华跟华严说的是最后究竟决定成佛。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这两个之间就有绝大的差异。法华一开头的时候是说受记啊，乃至于二圣大智舍利佛等等每一个人都成佛，最后说不要说真罗汉果了，随便一个人他只要有一天接触到了佛法留下那个种子的话，他最后也成佛啊。所以法华里边说，若人善暖心，若遇他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一个普通的人以善暖心，就像我们普普通通跑到那个庙当中看见了佛像啊，好欢喜了，说啊南无佛，念了一称佛，他最后这个种子也成佛。
说明这个究竟一定成佛啊，但是这个成佛的时间上来说啊，那确实从种下这个种子啊到最后圆满是不晓得要经过啊多长多远的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那是个天文数字，我们根本无法想象，不要说是个凡夫，这是一个证了果的小乘圣者，像大智舍利弗等等，他们都要还经过啊很长的天文数字的一个年代才能成佛，所以成佛的时间这么远。而另外同样的是圆教的华严呢，善财童子以色心满心呢、啊，最后以四大愿望倒归极乐，就一生取伴，这个差得天差地远，这差得太远太远。这假定说这个两者时间当中说哦，反正慢一点成佛没关系啊，那个是我们在天堂上面向佛，那倒不妨慢一点。要晓得这样的天文数字，那一段时候的话，极大部分极大部分都在恶道当中，是无量无边的痛苦啊。现在这种痛苦叫我们是一点点都受不了，何况这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是决断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个里边两者同样成佛，而真正决定的关键，如果我们有机会有能力以及自己想去抉择的话，决定会找那个快速的，不就不可能说慢慢的来的。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那个两者当中为什么一个这么快是一个这么慢呢？那、no, 就是这样是吧，你有没有得到圆满的教授教戒？你得到了就是一生取伴，否则的话对不起，你就是要转这么大圈子。那么这个关键是没错，哪来得到那个圆满的教呢？要有殊胜教授啊。所以啊，大师看见了这个内涵，又鉴于眼前这个状态，所以他说啊，我建议啊来建设次大车道。哦，那个告诉我们啊，这个才是走这条大乘的圆满的道路。平常我们常常说大乘不用大车，那个地方大车是有个原因的，在法华经上面呢、啊、这个羊若牛车那个比喻啊，佛就告诉我们的佛出世呀，真正的目的啊，都把最好的东西给一切众生啊，所以比喻当中说啊，不同的根性引诱他，但是最后都是同一的大白牛车啊，所以这个大车道就是表示这个才是真正最圆满、最彻底、最究竟、最正直的啊。现在的大师就见到了前面的这种不理想的情况呀，在介绍啊，原来这个才是最殊胜究竟圆满的道路。从这地方我们就了解本论真正的内涵了、啊、实在是啊无比的精彩，无比的圆满啊。以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的话，我当初修学佛法以后也是遭遇到种种困难啊，那个大乘小乘固然是啊彼此间呢、啊、有种种争论乃至互不相容，可是对我们毕竟比较更各合一点，南传呢、啊、是小乘的，我们都是大乘的，但是就以我们目前来说嘛，那我们同样是大乘的，对不起，这个里边又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啊，有时候啊信中，有时相中教下嘛啊，那么然后呢又是教下又是中下，有人讲修行的，有人讲这个，乃至于同样的中下，哎，对不起，他有五家七宗，同样的念佛嘛，他又有这样的不同的法门，大家互相彼此间不能相容，我实在是觉得不晓得怎么办是好。一直等到接触了本论，哎，这了解了本论了以后啊，不但把这个问题呀、啊、整个解决，彼此不但不矛盾了，而且啊彼此间
都是互相呼应，互相呼应。所以真正的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啊了解圆满的教法。这地方我也随便一提，说并不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修行啊，那么大家也许误会了哦，那么要我们样样学会了以后啊然后再来啊，不是这个意思。照样的，你念佛的是念佛，参禅的是参禅。可是假定你善巧的了解了这个方法以后，你参禅也好念佛也好，结果是大不一样。我现在随便说一个例子，我请问，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说这个念佛啊是最多，实际上呢也的的确确适应我们目前的机是最善巧的一个法门。在末法的时候，我们要想解脱这个苦恼的最善巧的法门，莫过于念佛是千真万确。但是祖师告诉我们说，这是万修万人去，这也是千真的万确的事实。为什么我们修了半天修不去啊？这不是个大问题吗？当然这个里原因很多，那么这个地方我要简单的说明一下。说我们所以为凡夫不能去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那一障很重，而我们的智慧资粮不够，所以我们要把一障尽除，然后呢资粮积聚了，那么然后你拿这个功德回向，如果够的话你就能够往生。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其他的不谈，说哦，现在为了要求念佛，然后呢我就啊单单念佛，这个好。可是我们往往产生一个问题，因为刚才说的眼前事实上面呢，大家没有圆满的教授，所以往往啊除了自己走自己的这个一门以外啊，往往被此间呢不能互相认识，乃至于排斥。排斥这个事情啊是有非常严重的障碍的。佛说的清清楚楚，他为了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啊求各式各样的法门，所有的法门他无非是解决一切众生的种种方便。就这个法，法无大小，本身最主要的应机，应机。那么而每一个法都经过佛无量劫舍头摩脑帅这样积聚起来的，所以它有它的无比的价值在。我们现在随便轻轻易易的否定它，毁谤它了，不知不觉当中造成功这个谤法的障碍。我们修学佛法人都应该了解，佛经里面告诉我们，你造五逆十恶，他诸佛菩萨有办法帮忙你啊忏悔解除。你谤了法，对不起，没有办法。结果我们现在修行的人自己谤了法了，请问这个是什么？增加无比的障碍啊！你说辛辛苦苦的念佛，念佛的功德不一定得到，你随随便便排斥别人，产生了巨大的障碍。你这个这样的一点点，你就能去了吗？不但不能去啊，而且啊是积累了很多罪过啊。啊，所以在这一点呢，我只是随举一例。就是假定我们了解了这个大概的，也不要是最彻底圆满的，有一个稍微深一层的认识，那时候我们晓得啊是没错啊，修学佛法需要这样的圆满的。而我眼前呢只是限于目前的状态啊，没办法真正的深学广学，将来我决定要深学广学的啊，所以先因地上面呢种下一个要深学广学的因，所以怀着这个非常惭愧的心情，现在一心一意这个啊祈求这个大善之神念阿弥陀佛。你就只管念你的自己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旁边的人呢如果在那个地方他弘他的教也好，他学他的禅也好，如果你有了这个认识的正确的认识以后啊，我想
我们就会这样想，对呀，这个佛法呀在世间呐、啊、真不容易啊，佛陀经过无量阿僧祇劫是头摩脑衰积累的这个圆满教法流传在世间，我们作为修学佛法的福利子应该努力去要把它弘扬传持，而我现在力量不够，正能念佛已经感到惭愧，现在看见他却是能够弘扬教，他能够弘扬禅，我赞叹欢喜的不得了，在这种状态当中必然结果是是的，将来我也要弘，可是眼前力量不够，所以我现在念佛啊。那么我眼前单单如果每个人向我念佛，那个佛法不是慢慢的只有这个了，别的没有了吗？哎，幸好他在这样努力，我就非常赞叹，非常啊欢喜，我可念我自己的佛。结果呢，一方面你赞叹别人增长自己的功德，一方面呢我也赞叹你，你也赞叹我，佛教彼此互相赞叹呢、啊、于是这个教法也旺，我们也增长功德，不影响你的念佛。你在这种状态当中有什么样不同呢？前载尽管你念佛，可是因为你谤法呀，造下来绝大的恶业，念得的一点功德被这个恶业抵消啊，还透三分，反而啊欠了很多，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明明是万修万人取这个最好法门，念了半天念不去，你现在懂得了道理，哎，不要你改变，确实那产生这么大的功效。第一个，第二个，因为你因理当中已经这样想，对呀，我将来一定要求圆满的佛法，我现在先走这个路，等到你一旦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完了以后啊，去了那个时候啊，你心里想想，哎，现在到了，现在我要广学圣学，你很快的这个因又启发，所以这条直道直道又走上去。要不然的话呢，你尽管到了那个地方去，你种下去的因啊，到那个时候发出来的芽，你还是啊会走你的老路子，至少到那时候你重新的、啊、要去忏悔等等，岂不浪费很多时间？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的啊，是不管是你准备走圆满的路子，不管你走目前哪一门呐、啊，这个道理啊我们应该认识。所以啊，这个圆满的教法对我们实在太好太好了啊！那么现在的大师啊，就真正的重心告诉我们说，主要的是能够把圆满的教法留在世间，你们能够圆满的学固然好，其他的人你只要得到了，不管你得到了以后自己用的用在哪里，哪一部分都得到好处。所以啊，他把这个圆满的教法解释，他自己本身呢、啊、也看见了这个事实啊，了解了这个道理，他心里面啊是非常欢喜，有这个圆满的教法，整个的那个弊端可以救，整个的佛法可以兴，而这个正是佛菩萨一向的他的志愿，一向的做法。所以他说我心里啊偏涌喜啊，真欢喜啊，真欢喜啊！这个欢喜的情况偏而涌